中英兄弟艾迪顿对上富邦悍将罗莉，这两人在官办热身赛的首次先发。林敏的开局，三局上率先被富邦打破，石祥宇击出安打，一出局之后，胡金龙跟进 hit 斗，也把队友送上了得点圈。一三垒有人时，张建民击出高飞牺牲打，富邦抢下第一分。兄弟三下马上反击，王胜伟安打，郑达宏同样在一出局后安打衔接。一三垒有人时，陈子豪上安打，兄弟追平局数。四局下，兄弟再度展开攻势，周思齐靠着内野安打加上投手传球失误上到了二垒。一出局后，徐继宏逮到了罗莉这一球，敲出热身赛个人的第二发红不浪，两分打点进账，比数变成3-1，中信超前。罗莉四局投完，败投候选人退场。中信这边，艾迪顿则是投了6局，被敲出4支安打，只掉一分，还有6-4-3演出。退场时3-1的比数，在6局下半，队友又帮他加码。中信兄弟面对悍将第三任投手利盟，打出全力发威。林志胜、林威柱、蒋志贤接连敲出二垒安打，攻下两分。两出局后，二三垒有许继宏跟吴东仁的情况下，郑达宏又是安打出现，送回两位队友。尽管自己在二垒前遭到触杀，不过已经把积分板变成4-1了。双方胜负大致已定，悍将只在8局上靠着林奕泉、杨春炮追回一分。中场，中信兄弟还是以7-2赢球，拿下热身赛最近的3连胜。YT 新闻综合报道。